Hey, was it?有时候莫名的我会有点烦躁，可我的心想着你，希望你能知道。也许是我自己太无聊，在空荡的房间里自寻烦恼。约好的新电影，可是你又没到。 TV 剧情就像是我现在的映照，手机我在手心准备好，可是我却只等到点亮片上。这种感觉，你是我的不是我的，到底是如何？我是你的不是你的，究竟怎样呢？你我若即若离的分合，但是我真的、不要与你分开一刻。我只想说你是我的，不管会如何。我也想说你是我的，就是这样了。恋爱可能也需要法则，可怎么突然、感觉脸颊好热？我想要一睁眼看到你的星星，在入睡前能听到你熟睡呼吸。不用继续在人海寻觅，让我骄傲地把你拥入怀里。这种感觉，你是我的不是我的，到底是如何？我是你的不是你的，究竟怎样呢？恋爱可能也需要法则，可怎么突然、感觉脸颊好热？你就站在你不好你不好，我可是我只有你只有你。不要跟我划清界限阻碍，不要站在那里独自徘徊，快点告白你对我的爱。我们第一种恋人，又有种的朋友，行为举止连着连着被感动，真的越想越好奇，自己却在发愁，你的真心哟，后面不会了，哈哈。什么东西？下班了？我下班了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下班了，兄弟们，我加班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大家。